可以直接放在水中，并且它实际上还可以实现在水下开放式。插座里边我们采用了这个绝缘连电技术，在这个插座里边构建起了这样针对于水针对于外界来讲它是一个隔离的这种空间，然后是在这个空间中实现了这个安全的连接，而这个空间相对于这个水来讲它是绝缘的。